今天终于到了，在中山六号出口的 Nagomi， 开心，准备要去用餐。Nagomi 新也到了。七点半才，现在可以上去了。半台上楼的话要先排队。OK， 好。空时间看到再过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就是餐厅都没有开，怎么上去的？我们就直冲啊，直接搭电梯在四楼。我们是贵宾，坐的贵宾。自己在三楼，一直坐在四楼。我不知道啊，就是排队的地方。你都想到我了啦？怎么了？我赢你啊！不要吓到我朋友。Hey, hello， 你 hello， 不会，我们不会吓到。有没有喜欢？我喜欢你。握手握手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不要跟我上去，我不要哦。我一定要看你有流量、财富密码。今天流量财富密码，流量全部靠他。我没打算跟黄小爱他们。就大家都不追踪，我是追踪你。我没有跟黄小爱他们拼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可是你真的很特别，维尼。我最近都被叫。请问你是很美的名字吗？你自己介绍你自己。你叫什么？黄小爱。小爱。乱，怎么就变名？我在女生界名字。对。你不要跟我上去，我跟你讲。那我剪片剪很辛苦，你从头到尾一定会一直讲话你。准备那个，我们到日本来了 ，Welcome！ 我是日本来的，很难让你不露脸哎，很难让你不露脸。我在全身穿，好美啊！如果你女生穿，我就帮你穿。好，谢谢。什么意思？好，你好。耶。没有，先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右手边是熟食区，这边是摄影片握手室。OK， 好。好。我给你看续集怎么演。我们右手边是化妆室。好。专心听他导览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戴口罩跟手套，手套在这边的最后。好 ，OK。要喝饮料要举手跟我们桌点餐哦，我们饮料是采桌边点餐的。OK， 好。可以无限点哈，可以看一下饮料单。饮料单。是会有对任何食材过敏的吗？是没有。没有。啊，没有哈。好，先点吗？他怎么那么近？不能到吗？可以吃三小时，可以吃到几点？比方说绿巨人好吃。绿巨人，赶快先点饮料，不然等绿巨人。你要喝什么？你要喝什么？先喝比较有酒的吧。我要喝绿巨人，你要喝绿巨人好。绿巨人是果汁哎、欸。哪里有绿巨人？果汁吗？果汁。哦。有 highball 哎、欸，清酒。沙瓦。沙瓦。哎，有无酒精特调啊，那我喝无酒精特调。无酒精感觉很好喝。对啊。好酒现在就喝吗？可以啊。我是先去拍一下。是一片区。那里有一些很漂亮的一些小东西。是用这个小盘子装，手套。这是冷盘，我盘子也太小，应该用这个。
香鱼。樱花虾。牡蛎。大牡蛎。这是大物。来了，你要负责帮那个，你负责帮照拍照片。后面还有。所以你就要换这个。味噌汤、牛筋汤、生咖喱、切肉。小碗蒸，红蒸，那牛肉，大虾。太冻了，不然呢？我还没吃啊，我今天又长口，又开始长口。你真的很厉害，到哪里都是那个大家觉得很特别的人。慢一点，上次。你弟没跟你讲我跟这个男朋友在做交际吗？我弟说你最近桃花很好。是啊。哎、欸，我真的不能录太多。我就只有声音，我没录音脸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不喜欢你。嗯。我就是来吃海鲜的、啊。对啊，它外面有炙烧的。嗯。不要。甜点，很漂亮。那西瓜也好漂亮。香蕉派，那等下大家都这样子，都被取消。那个在自杀，不是给我放，你刚才不要放，看你要几个。我的笑不见了。什么？你的笑？哎、欸，他不错哎、欸，那就不错。搞不好你今天发现你的新可能，你就是一个女，你就是一个女婆，你是一个婆。今天开始我要以婆的身份。单品相只能两个，对啊。那你其他要不要？先慢不慢？不要。你不要放，还给你放，你有吃过？有啊，没关系放。他都还没吃。嗯，这可以拿，这都可以拿。那新慢是什么慢啊？是新慢。哦，不是那种虎烧。虎烧慢是手卷。哦。那血子鱼的。
你好，请问请。你好，我要鲑鱼红干鱼。鲑鱼红干鱼。这是什么酱？这是烤肉酱。烤肉哦，要、嗯、谢谢。芥末那些。芥末都在自己的桌上。好、啊，谢谢。我怎么不敢吃？下面有青干吗？湿鱼没有。下面有湿鱼没有？今天没有还是你们都没有？也没有。中午没有。中午都没有。中午都没有湿鱼，那我都不知道。那我要红干。红干好。嗯。那可以几个？都可以啊。哦，五片好了，五片。五片好。那鲑鱼也五片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中午没有清干呢，气死我！啊，中午没有清干呢，我快气死了！干嘛？晚餐差多少钱？没有干饭吗？我干饭啊，没有干饭，滞销的。哪里？滞销区跟我讲，这干什么？都被弄掉了。哎，吃大餐。果口酱油 ，wasabi 在哪里？可以吃到几个 ？wasabi 耶！我在这里，我上海盐之类的。没有，你要海，你要沾牛肉。对啊，应该就是在牛肉旁边吧？这种东西都酱料都放好了。先看这个红干。我看其他 YouTube 人他都有啊，中午的没有。对，晚餐才有呢。什么时候开始变了？因为我都没有被告知到这。以前好像有哎、欸。因为后来有做调整的。因为我是为了清肝，不然我干嘛花这个？对啊，没有清肝的话，我会觉得这个钱没有那个。因为我那时候之前我看一下 YouTube 都是有的。因为我们自己菜色的话都会做调整的，就现在如果来，我们直接点清肝。所以从。清肝，对啊，清肝。我帮你问问看好不好？好好，谢谢。你看不礼貌吗？就是要不礼貌，很多吃的东西。啊、就中餐没有啊，就是要这样。哎，你看活在那里，就是要发疯了。绿色是。哇，一千五还吃不到清肝？晚餐比较贵啊，但是要区别。很久不见了，你赶快就不要吃了。你够美了啦，不要笑了。所谓绿巨人。就是那个蔬菜汁，蔬菜汁。然后这个种下去。嗯，很好，正好喝。草莓呢？草莓好像化学熏香了。化学熏梅，我看看。目前正好回流化学，哎，化学熏梅有梅子味，最好的草莓辣子。
不是哦，是梅子。它是草莓。哦，草莓啊，换位置。水性旋饼。我看都没听。录音。我在录食物，一直听到一些奇怪的。而且，然后很多人都听不懂的，我就说小 A 啦，他们不懂。我可以再上一次，没关系，谢谢。好，它有几个颜色？我拍一张。等等，我要拍我们两个的哦。总共三个颜色嘛，四个。啊！下班可以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了，谢谢。谢谢，你叫声可以正常一点吗？你的叫声。小学、高中都是笑声，这叫声就是夸张的。哦，威士忌香橙，我上芒果。嗯，前三个，前三个，我要前三个。威士忌香橙 ，whisky 耶。特别特别。嗯，这样子。他们自家的品牌。好，谢谢。野莓、香草和荔枝。好了，我们大家都吃得好饱。好，请问好吃吗？值得一四。我们打折了，我们今天用白金卡1344，值得这个价钱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但是有食材有这么好吗？好到1344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精要看镜头，说实话。我觉得食材好吃，人也很好吃。但是你有吃到吗？哦，有摸到了。那如果今天不是跟他来呢？如果没有帅的，我就不要了。就不值得1344。可惜这个人是我准备的，不是店家准备。所以如果准备，我绝对掉头就走。好，那单就食材是值这个钱吗？食材我就值1000块而已。哦，差不多了哈、哦，因为它最好的料。林姐姐的良心，我就只有1000块。我也觉得有点过高了一点。续集也才1200，是不是？没有，那是下午茶。其实也是打折之后。对，本来是1400多。我觉得那是8-900的价。真的，因为它其实它的熟食没有很高级。应该说它跟青叶1.0差不多。干贝，续集有现煎干贝。可是它平均的菜色有比较精致，比较精致。比较精致是个模棱两可的话，精致是。它没有走很多路线，但是它走精致。对，它所有食材都是比新叶在升级，有点特点。新叶本来有的它也都有了，然后就是把它精致化。生鱼片多了也多了红干，多了生鱼片。浪费了，我就白来了。最主要多了很多喝的饮料。哎，你这一边还有哎、欸，不用再讲那个退兵很久了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食材是在走精致，但是价位稍微高了一点。但是它时间是很好了，可以吃到3个小时。对，嗯，可以慢慢聊天，比较没有压力。因为这一间是标榜没有下午茶时段。所以他直接就跳过了，直接中午晚上。嗯、啊，我也简直。我觉得那个菜色没有到很多，对，没有说上街街常见一样这么多样化。但是就是他，基本的东西就是精致化、有升级的。喜欢吃还是喜欢？但是它精致化有做区隔吗？跟其他吃到饱餐厅其实有该有的，它好像也都差不多。有没有说它比较特别，让你觉得值得多付这300块？可是我觉得跟一般的日料的餐厅比，我觉得确实是有，就是它比较用心在食材上。甜点吗？甜点，或者是说它的一些寿司啊，确实是有了，也比较精致。简单说，它跟它1.0，它的新叶一。对，1.0就是比较基本的一些。新叶1.1多少钱？新叶一管多少钱？就是新叶了。都是八，也要8-900。也要8-900。那下午茶呢？下午茶600多。
那么便宜，或者你要加一层啊，加一层七八百，那你要多了快七百块。哈哈哈哈哈！要不然就刻意吃的就青色好了。表演表演怎么青色？多虾，多吃虾。不要再对我走开。那我就收你的音就好了。不要不要，我现在不知道讲什么。刚刚明明就要讲啊，放在这里自然一点，那路都不会有想讲。你刚刚觉得食材什么？刚刚讲一半，我刚才要讲说它的位置，它赢在它的那个，就是装潢设计吧，就是吃的，做的感觉比那个什么，它上一家还要舒服，要比较宽敞，比较宽敞，对，应该这样子。那现在要表演一下如何摸虾，然后吃虾，如何生喉咙。你给我滚！我的配音都是淫笑声，高级的影片都是淫笑声。